拜托的啦，你就安心为道啦。哎，叔，我为将海动啊，等等，叫我一声，感谢建业，鼓浪屿阿兄。看到的时阵，会当体会到这人心的无清气，来反省自己。但是代志若经过了后，这个心念伊是同款，搁起了变化吗？阿丽到底是在讲什么啊？哪会拢听无？哦，秘书，对，我要学的就是这個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，用心。尊敬，礼不要，心比敬转，请明书记忆一哩。看来你求法的心是真的哦，嘿，嘛非常的坚定啦。嗯，好吧，安尼我就欢喜接受了，拜见师傅。来，起来。师父，那呢，我嘛要拜见师。等下，你免拜，回家啊。为着要考验你求法的毅力，要来一吃，袂用啊，随行的啊。这要哪会用吃？我是奉了老爷夫人之命，不管安怎，拢袂用的离开阮家公主的。嗯，那阿伯，嗯，随在你咯。公主啊，哎呀！安东，你回去啦。公主啊，回去啦。袂用这啦，我袂用离开公主你啦。我若是家己回去哦，我是要安怎向老爷夫人交代？你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公主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憨啦？你就回去，照实跟他讲。你讲，明叔，伊若你唔离开，伊就无来收我为徒，安尼就好啊嘛。明叔。Yeah.
安生，安生啊！哦，师傅，你方才打坐时阵，为什么在咧笑啊？啊，伫咧这个山间内，也无什么歌舞唱落啊。敢讲是为师我有倒位好笑吗？哦，无无无，师傅，道理怎敢笑你咧？只是方才我打坐的时阵，有看到我即摆这个身躯，竟然是五个母亲的囝。啊？五个母亲的囝？嗯。主持心不仅有片刻的停顿，因受折磨，受悲苦啊！因何你一心无家相守？不过那像你一夫为五，或者是五子合一家。起步圆满，解无愁。师父，我就是因为安尼才咧困扰难解啊。其实，安怎？我甲为。穷途万丈，是难领。苦中何来不定？道理就是想到这，所以才忍不住笑出声。请师父莫见怪。原来如此啊！可是每一个人拢敢若有一位母亲啊，你哪会看到五位生你的母亲呢？你也是无讲清楚，啊！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在咧笑啊？哈！我第一世的母亲，我做伊囝的时阵。伊怀胎十个月，到阮庄仔来，另外一位妇人人共一工生产。你甲我死出去！相公，相公，你放过我！哼，你一个带罪查某！相公，你让我入去，你袂用安尼对待我，你让我入去，我会惊。我的囝还袂死，我的囝还袂死，你甲囝还我，甲囝还我。你爱囝是无？好，即马就好你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妈会阁出现伫阮家门口啊、哦，闪较远的啦。相公，你给我入去，我会好好照顾咱囝，我会好好照顾咱囝。啊，闪较远的啦。相公。乖囝，乖囝，心肝囝，莫哭，阿娘唱歌给你听，莫哭，
来去来去哦。猪牛欢呼。无听讲哦，都有人知影生冤囡仔，啊，这家上是要叫我去倒厝的。满街找遍，白了工，只好听伊哦来当老板啊。这大夫讲哦，迄一贴药啊，若是吃落去，保证迄年岁是八八八。咿呀咿。想一米多几枪，一夜一困，一米多几寸。刚刚闻到那个李献味哦，哎呀呀！你们笑。胡林郎啊，哎呦，稍等一下啦，胡林郎，阿婆啊吼，是讲要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打生完无偌久哈？快，快，看起来怪怪哦，啊，不过吼，迄规城找透透，也找无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啊，这人。总比这贴药啊较好啊！哎，胡林郎，你是要创啥？啊，免惊，创啥？免惊，免惊。阿婆啊吼，知影你一定有苦衷吼，啊是讲啊你这迄包袱啊，哪会安尼烂条条？这阮囝呢？这阮囝啦！哎，免惊，免惊。阿婆啊，袂害你，阿婆啊是爱你，看好清楚。这包袱内底是衫，唔是囡仔。衫，衫。这是衫，这是衫，这不是阮囝，这不是阮囝。别哭哦，别哭，别伤心。你一定吼发生什么代志吼？阿婆，叫我三娘骂就好，莫伤心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太惊，就安尼要求你忙啊！是啊，是啊。
大家为着安那囡仔，唔正的，这会安怎？这个来呀来呀，这个又归去，三间面前，一将出。是我带衰，我的红衫将我赶出家门，从此不能再回去。哈，迄安尼就甲你赶出门，真正是无天良哦。何况，迄囡仔的死未必是你造成的啊。迄无的卡是恁家查甫人，迄力头有啊，力头大。啊！囡仔安尼摇过来，安尼摇过去，摇一个成大力，啊！囡仔唔只安尼。所以，根本唔是我害死，真正唔是我害死的吗？当然嘛，唔是你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菜娘。菜娘哦。啊，你巴肚一定真枵吼。阮主娘啊，叫我出来吼，找一个尼母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带我倒转去阮家做尼母，也吼，嘛有一个通啊掠好、避好的所在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是你的囝，你是我的囝，你已经这大汉了。阿娘，你有别人的囝，就无爱我。对我做好照顾，害我分别离开世间，你害我飘浪如故。阿娘，娘，你是安怎无爱我？我，你是安怎无爱我？娘，
告你。